貂皮，看过莫文蔚的腿、杨丽萍的背、许晴的臀后，你就会发现自律很重要。你永远不知道自律的人生有多美，可是你一定可以看见自律的人身材有多好。莫文蔚、杨丽萍、许晴就是这个的典型代表。莫文蔚是圈内出了名演员和歌手，无论是在演员演戏还是唱歌当中，她的表现都堪称一绝，毫无缺点。莫文蔚的腿那是相当的漂亮，据说她的腿价值3000万，她的一双大美腿真的是太好看了，惊艳四方。杨丽萍本来我国出了名的在舞蹈王后，她的孔雀舞是最有名的，她可以说是为了舞蹈贡献了自己的一生。在某次活动中，杨丽萍的美被惊艳了观众，这大概是娱乐圈最美的背影了吧。胖瘦得当、凹凸有致，许晴是一个自己活成了公主的女人，她不需要别人宠爱她，她自己就能给自己想要的一切。她的身材也被受好评，在斜乌鸦正中，许晴的翘臀真的是十分性感。她们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好的身材，和平时的锻炼是分不开的，所以说自律很重要。